啊，现在来到了下一局啊，继续来看看看推土机的强大之处在哪里啊。跳西站中手主持找一个波再拉距离了哈，回回这个拉距离卡位啊，找这个空档找得不错，漂亮。你不在空中乱跳的话刚好套你下盘啊，垫一下石，这么推下去肯定不是办法呀，看看叶枫能否找出一些绝妙的这个变化啊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主持推过来又压板边了，现在没气啊。好，更CP，哇，又是破防，很恐怖啊，没法玩呀、啊。超级玛丽该加油了，当推土机遇上超级玛丽翻盘女王能否翻得了啊。啊，打一个最低点啊，再一个跳低，灰灰这一波想抢招哈、啊、但是跳起来了，他出招的速度太快了哈、啊、导致这个战中手呢是没有能够打到啊。跳低抱一抱夹了，再跳低，再夹，爆夹，可以，这一波一个跳 A 晃一下哈，哇天 ，perfect 啊，加血猪啊，都不用加血了，血还是满的。好，香沙三个系的玛丽慌不慌？漂亮，这一波升龙凹的挺快呀、啊，啊，跳吸哈，升龙夹。跳起升龙夹的话其实快落地了哈，手速不够就升不起来了。好，原地跳低再刚，灰灰还是寻求用这个刚 CD 来变被动为主动哈。好，落地，哇，接一个玫瑰可以的哈，接这个八神的玫瑰，再一个玫瑰，哇，八波玫瑰了哈，反三可以。好的啊，大家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关注修修不会走丢。